有一次在地铁上面，一个小伙子呢，边上有一个老大爷盯着他看半天，突然对着这个小伙子说：小伙子啊，看你的面相，你的体重应该有80公斤吧。当时小青年震惊了，他说：啊，大爷，啊，您看得怎么真准呐，你能不能再帮我看一下，哎，今年的运势如何呀？老大爷说：看你个头啊，你80公斤的身体踩着我的脚了。